现在我们又出发了，前往下一家酒店。现在我们在路口的这个地方等酒店派一个缆车下来接我们，因为外面的车呢就进不去了。我们的小缆车出发啦！来笑一个，转过来。Hello。我们都想倒着坐，然后但是他不敢，他非要倒着坐。啊！哎，我害怕呀，师傅。我害怕呀！好陡的坡，我吓死了。这是我们今天要住的地方，这上面也很漂亮呢。走吧，办好入住，继续上车出发，抓紧点哦。我们的管家小哥带我们去入住，还有个管家小哥，走快点啊！沙区是像我啥也是属于公区，也是观景的。哦，哦，这里是我们的房卡。谢谢，进去就在这好。这边一进门呢是一个会客厅，然后有一个小书桌小吧台，这里面呢也是纯白色的风格，然后呢这边好像很喜欢拱形门呐、啊。这边呢就是两张床，这里呢是它的洗漱区，这边呢有一个浴缸，对面就是一个淋浴房和厕所分开的。好亮啊这个灯，展示一下。我觉得现在的民宿酒店很卷呢，我们第一天住了200多用的是戴森，今天1000多的也是戴森。卷吧，疯狂的卷起来。这里还有一个这样子的，怎么开呢？把壁炉打开。小爱同学，我在。打开壁炉，我可以帮你打开。外面的天好蓝呀、啊，这个小院其实也很舒服耶，就这里的私密性就比昨天住的那个地方好一些，不一样的风格。现在出发去上面看一下景，走吧。这个洞穴走出来是一个咖啡厅，视野很开阔。夏天的话可以在这里游泳，还有按摩泳池。这下面就是我们住的房间的小院儿。这里呢不愧是叫做理想房啊，这上面真的非常非常适合拍照，大家记得来的时候一定要戴墨镜，因为真的睁不开眼睛，真的睁不开，记得擦防晒。现在我们来到泳池这个区域，你们看这个台子响起了什么，我就不说它名字了啊，不太好。你想进去帮他卷啊？进来。主要是现在外卖也堵在一起去了。我们在大理的小吃街上买了一份这样的卷粉，它生意真的很好，摊面只剩3张卷粉了，然后我们是其中一张。那像凉粉，我觉得挺好吃的，就是它里面那个核桃花生酱很香，还是好吃，还是好吃，吃不来，冰冰凉凉的。晚上我们来吃这家十朵云精致傣味料理，他们家有百香果火锅和抓饭。
我来了，看看他家的菜单，他们家有小炒，有手抓饭。昆虫会敢吃吗？我也觉得这个壶好好看哦，这姐姐的镯子也好好看。这是什么茶呀？柠檬红茶。哦，柠檬红茶。先喝口它的热茶吧，然后我们刚刚点了一个手抓套餐。哇，好漂亮啊！这边有四种颜色的饭，然后中间是香茅草烤鱼，然后旁边这里呢是凉拌鸡丝儿脆片儿。这边呢有三种口味的酱料，还有烤的五花肉。哇，好丰盛啊！尝尝它的烤鱼。鱼和鱼好吃。现在我们就把各种米饭放在手心上，然后夹上自己爱吃的菜，就是烤鱼，盖个五花，盖点酱，把它这样放在手心上，然后我再把它给抓一抓吧。哎，真的好好吃啊！五花肉很香，就是那种炭烤味道的。事实证明啊，手抓饭真的不是华而不实的，好好吃哦！大家展示一下小宝的吃法，他就是把这个脆脆的皮上面加了米饭和各种肉肉。你没有吃过这个酱吗？这还没吃过，这什么味道？试一下嘛，特酸鱼酱嘛。啊，闻起来好奇怪，我有点不太习惯这味道。可能给了点鱼露在里面吧，因为刚开始入味感觉有点咸，就少给一点可以，多了有点不惯。辛劳的唐师傅正在辛勤地为食客准备他精心制作的唐氏手抓一口包。那我一口包，一口包。好，嗯，好好吃哦，爱的味道。嗯，来，哇，我觉得它这个好看一点。来一口吞唐师傅的精致小料理，好不好吃？好吃嘎！给大家展示他们家这个泡乳达吧，这么大一杯，比我脸还大，16块钱。来，我们一人一片面包。来，它是那种很脆的吐司，椰香十足啊！我这个已经趴了，嗯，还可以，真的椰香十足，好解腻啊。比我想象的要好很多，我也要赞一下。这冰冰凉凉的好爽啊，甜丝丝的。这里面还有操作量，紫米和那个小西米，喝一口。太香浓了。哎，你说，那他们点这个外卖怎么送过去？哎，是哈。这么大一坨嘞，他们两个很想知道怎么打包的，小伙伴给他们解答一下。鸡丝好有柠檬味儿哦，这还有好多五花肉，你们怎么吃？吃啥补啥，你脸皮薄，你多吃点。哎，这两天不是经常说你脸皮薄吗？对。这家店呢，就是大理市区的一家店，在商场的楼上。我们三个是又想吃烤鱼，又想吃手抓饭，然后正好这家啥都有，我们就选择了这家，还好没有踩雷，好吃。重点是便宜，便宜，便宜！这么一大桌才110，一个人30多了，对，30多块钱，好便宜啊！我觉得在成都根本点不到。嗨，朋友们，现在我们准备回酒店啦，然后给大家看一下，我们刚刚去逛了一些超市。这一麻袋的啤酒，待会回酒店好好的小酌一下。还买了一些小零食，什么干巴呀啥的，下酒菜。干杯！嗨，朋友们，我现在已经收拾好了，现在敷了个面膜。再次叮嘱一下，大家还可以多带几片面膜，因为它这里白天的日照很充足，紫外线很强，晚上呢就可以敷个面膜，好好的修复一下你的皮肤。然后他们家呢还有一个很贴心的点，它不是有浴缸吗？它已经提前为你准备好了一次性的浴缸带，大家就不用自己带了。我们的早餐来啦，有红薯、玉米、饺子、小咸菜、包子、鸡蛋，还有一碗粥。
早上空气还可以的，尝尝饺子。肉饺，不愧是云南小菜，都是菌子。吃着早餐，看着蓝天。现在到机场喽，这次匆匆的云南之行就画上句号了。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，拜拜，我的行李箱。